因为疫情车也按厉害，确诊的人数也增多。为了本体现的防疫人员，有万个超级的防护措施。苗栗县政府行政总顾问邵明燕、韩国民间团体，因为就分别给付的小偷喷雾、花旗刺激、本印度的减少预防人员，希望打帮实际的行动，全面强化防疫，来平安度过疫情的挑战。也得有警察妥防疫期间，不但抢听数十种防疫设备安全密布，追查自家隔离同自家检疫，联络唔到的人，还要维持平常时治安的情形。比到本警方做得有限卡完善的防疫保护。苗栗县政府总顾问邵明燕贴片肌肤为1750罐的矿泉消毒水，同200罐的补充罐，希望做得维护体现防疫严谨的职权安全。啊，尤其最近也听到很多的警察同仁也都确诊啊，影响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执行啊，也间接会影响到整个的治安啊。所以在警察局跟消防局这一块，就比较加大这个赠送的这个数量，用这样子的一个企业，成功的企业能够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其他同仁，感谢肖董事长。除了警方全力听数防疫以外，消防人员还有医护人员防疫期间没受害工作的危险更风险。有民间团体目睹企业指出，从5月节前几乎为600罐经验小偷喷水同快起刺激，为提前防疫工作人员加油。那我们希望资源共享，所以警消医护，我们特别强调第一线防疫人员，请大家拿工作证到各服务处，还有党部，我们都免费提供一份。彭庆燕未用专业医生背景讲，疫情限托公营期，政府爱审慎评估医疗量能同防疫第一线人员的工作量，为长期抗疫做好全盘规划。下个新闻由伊诺苗栗报道。